小智大爷，这次回小卖部你可能要过年才能看到你妈妈了，这是她刚刚给你买的薯条，你先吃点垫垫肚子吧。好的爷。这位女士，你需不需要空气清新剂啊？有小孩的话空气安全很重要哦。啊，不需要谢谢，我们产品很高端的、啊、你不信闻一下味道就知道了。应该挺健康的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就是上次那个身体太差，根本就没卖上几个钱。叔叔，我疼，我要吃药，药！别想耍花招，说你要吃什么药啊？药在我冬梅姨身上。运气真差，看来又是个病秧子，带着太麻烦了，还是把它扔路边吧。真倒霉，走。那小孩骗我们呢，快追！不好，我刚刚大意了，小区里怎么会有推销员呢？这分明就是人贩子！大爷，大爷，你在哪儿？你这么骗我这个村民，还骗我们？狐狸吧，好好教训教训！最开心的就是冬天一边看雪一边涂我妈妈给我买的涂鸦本啦。哟，还挺浪漫的嘛。有这么好看的涂鸦本，怎么没想着喊我们一起画啊？上次我把我的涂鸦本给你们，你们不仅乱七八糟的画，还把我的涂鸦本撕了。我不会再给你们了。不给又怎样？你心爱的涂鸦本不还是在我们这儿？涂鸦本里的公主都要被我撕成碎片了。你们在干嘛？又在欺负大鸭。大鸭别理他们，你妈妈给你买了时尚换装贴纸，这里面一样可以装扮自己的公主呢。哇，有复古女孩和元气女孩，哎，还有时尚公主和职业女孩。不行，我也要和大家一起 DIY。 可以啊，那我们就来比一场吧。我先选，我要选一个元气少女。咦，这个时尚换装贴纸是在哪买的？抖音商城呀，点评论区链接或左滑进商城点超值购频道，大牌好货五折起，逛逛省不少。那我选时尚公主吧。我选了一个中国风的公主，搭配个樱桃小嘴，搭配一条中国风的项链和一些头饰，耳环也必不可少哦。我做好了。咦，还有这么多时尚换装贴纸都还没用呢，我想把这些分享给粉丝们。可以啊，他们像我这样点评论区第一条链接就能收到啦。哇，蘑菇头，你 DIY 的这个复古女孩好漂亮啊。小梅，你没事吧？蘑菇头把人家女孩嘴巴都贴歪了，明显是大鸭的时尚公主更好看，小巧又精致。蘑菇头的最好看，反正我投票给蘑菇头。你算了姨，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，村里人多，我们还是拿去村头让村里人一起投票吧。你看，这是王奶奶新给我买的小熊，奶奶说我还可以给小熊贴贴纸装饰它。哇，这一定很有趣吧，一点点把自己的小熊装饰成很好看的样子。走开，你手脏死了，别碰我的小熊。哎呀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姨，王奶奶给胖虎买了个新的小熊，如果我也有一个可以自己装饰的小熊就好了。跟姨走，看我怎么收拾胖虎。胖虎，听说我妈给你买了个可以贴贴纸的小熊，正好我给大丫也买了个流体熊，你们比赛看谁把小熊弄得更好看怎么样？谁赢了我就把这个无敌美少女头盔送给谁。我反对，要比就比一样的熊，你这是欺负我的。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，这样你们可以比了吧。你这个流体熊是在哪买的呀？抖音商城啊，点评论区链接或左滑进商城点超值购频道，大牌好货五折起，逛逛省不少。嗯，侧脸让运气好一点，烦恼少一点，阳光暖暖它会照。我做好了。咦，其实我对流体熊不太了解，我想把它送给真正会玩的粉丝们。可以啊，我们仓库还有很多这样的流体熊呢，他们点评论区第一条链接就能收到啦。我宣布，我大孙子做给他，这无敌美少女头盔是我大孙子的了。哎，不行，
我还觉得大丫的配色更好看更均匀呢。我大孙子这作品一看就是神来之笔，大丫的丑死了，这头盔应该奖励给我大孙子。你一个人决定的可不算，公平起见还是让我们的粉丝来投票，你们可以自由拉票。你们不用特意给我投票，觉得谁的好看就给谁投票就好啦。全都把票投给我，不然我就把你们打得屁滚尿流，听到没？两毛一分。咦，忘了跟你说，你这小卖部的房东欠了俺爹的钱，现在这房子已经抵押给我们家了。什么？你胡说？我可没胡说，我现在就是你的房东。俺娘说你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交房租了，要给你断电。还好意思问我要钱？免费给你玩吧，只能玩两次。嘿，这还差不多，算你识相。香酥螃蟹一根葱，大阪巧克力和健力宝吧。哎，大丫，你只有一块钱，那就这么多吧。我算算，2毛5毛2毛3毛5毛，一共1.5块。再补给我5毛钱吧。我没带钱，用俺娘要吧。投球挑战的道具。投球挑战？这是啥挑战啊？你要是把球投进这个湖里啊，就算得分。投中5颗球就可以得到一包白象，投中10个就可以得到这个白雪公主，投中20个，那这个遥控赛车就是你的。这有啥难的？俺爹以前可是篮球队队长。我先来5个球试试。紫色、黄色、绿色、蓝色、黑色。嘿嘿，中了3个球。给你了！咦，你这里有没有10个猴王丹呀？10个？哎呀，这就剩1个了。那你有没有一整盒的大阪巧克力呀？啊，就剩这最后一本，还被我吃了。那你有没有一整箱的白象啊？啊，一整箱的白象啊？哎呀，你要这么多东西干啥？哎呀，爷爷，我们班要开班会，我帮班里买的，你快帮我看看有没有啊。行，姨帮你去看看。白象，大爷，这个白象就剩这一包了。哎呀，你这里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，真没劲。要不你今天先把这些买回去。你这些哪够啊，我才不要呢，我明天再来。明天再来？那我可得好好准备准备。哎呀，这个货可真累呀！老板，你给我拿一……哎，我知道，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哇，爷爷，你未卜先知呢？你怎么知道我要颗喜辣清凉薄荷味糖？那当然了，一颗薄荷糖一给你拿。哎，不对呀，大爷，你
你不是说你要一箱白象、十盒猴王丹，还有一整盒巧克力吗？姐，你听错啦。是吗？我就说啊，我听错了。那你昨天不是说是因为一比啦？你自己都说的是昨天。给你了，给你了，给你了。